中华邮政公司走过了两甲子，花了两年把2200万张的硬件卡来建档，一电脑读档就能合印，预计9月起民众要更换存折就不用带印章了，到时候柜台人员比对电脑资料就可以办理，减少了作业缺失以及加强了防伪辨识。板桥邮局前天起试办，预计9月就能全面上线。